好，我是夏克斯啊。那上一次这个基本上我们队伍是有最有冠军相啊，很可惜啊，这个后面出了一点状况，不过没关系，相信今天应该会很顺利的，希望能维持是吗？今天 OK 的，对啊 ，OK 的。然后我们加赛啊，夏克斯可以问你个问题吗？哎，请说。你脖子怎么了？为什么要戴护额？护颈啊？护颈？对啊，你后面套一个红色的护颈。那个是那个帽子啊，你帽子？问为什么有人要戴绿帽？对，你错了，这些 skin 还没换掉。XL 来哦，戴绿帽，这个 skin 之前一直被换掉的 XL， 大家好。你在干嘛？你的那个密码改过了没有？啊，改了，改，刚改了，改改了。信箱也要改，是一直要你改吗？你的 skin 一直被人家换掉，哎。对啊，你是开了就被换掉。大家都不喜欢看你戴绿帽，好难过。好，那你介绍完了，嗯，那接下来是祥林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祥林，希望这一次还能有上一次的好运气啊！哎、欸，你们上一次没有附魔哎、欸？对，上一次就是一直没有皮革，一直没杀到牛。哦，兔子杀的也不够多，也没办法，也没那么多。十几只猪，然后就是没有牛。好好好，接下来是小白，小白嘞，小白羊，嗨，小白羊，我是小白，小白。你们可以这一次可以看到，如果在路边看到我，可以不要。哎，已经有阴影了。野生的小白兔，他打一下好了。小白迷路了，小白不要再迷路了。我只是想求个苹果而已。好，那个接下来悟星。哎，我是悟星。那、今天我特地盖了这红石机关，让第五天的时候停止升官。我刚刚有站在上面过，我刚刚有站在上面过。好酷哦。第五天会停止升官，等一下再来介绍一下，顺便来介绍一下，最后一个是哈记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哈记，我练习了四天哦。我练的，我跟大家讲一下，哈记真的就是每天都问我们说，哦，什么时候能玩？好想玩，好想玩、哦。也一直命。那希望看到一进去哈记第一个死掉。不会，怎么可能？真的，我们可以先联合起来围殴他，再继续啊。What？好了，那今天呢、啊？因为我们上一次已经分过组了，所以今天我们就采人工分组，所以现在已经组已经分好了。Yep. 嗯，来，大家可以打开第二本书看一下，有一些特别规定、特别规则出现。哦，怎么规则？像第二条就是，第五天之后会全部都是白天，没有晚上了。所以如果你看到第五天的太阳出现，表示不会有第六天的夜晚了。哦哦，然后往下看的时候，看到倒数第四项，就是第三区域的第一项，我们已经把那个地狱关掉了。哦哦，所以你盖地狱门也没有用，因为不能去到地狱了，根本就没办法生成了。对，然后这个装置呢是直接取消，就是根本就是第五天过后，是第五天还是第六天？第五天。第五天过后是就是变成和平模式进去，就是不会出现那个它是先变和平，然后再改成困难三，然后呢第三个是让那个 game rule 变成不能升怪。对，就他解完事了，反正就是不会升怪了，就是 PK 会死，好不好？连地里都不会有怪，是不是？对对对，连洞窟里都不会有怪了。OK， 我秋风大大想请问一下。想请问一下，那还有所谓被苦力配的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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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是下一回合不能参加这个东西吗？你们都很棒，你们都很强，让我参加这次的赛。你刚刚还呛我哎，什么我们都很棒，我们都很强，谢谢谢谢。所以说这些没有什么特别规定说怎样死掉就不能参加。谢谢谢谢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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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个打死秋风不能参加，好不好？好哎，那我一定可以参加下一季啊，那我这局就乱玩吧。哇！而且哇，不要这样子啊！那岩浆到秋风也是杀死他、啊。没有啊，而且我们合力被岩浆杀死啊，他没有办法存证，你在担心什么？意外死亡。那个我们有办一个投票活动嘛？这一次一共募集了3600位的网友来票，太多了哇哦！从最后面开始揭晓。OK， 大声感谢你的懂内。我已经知道最后一名是谁，可以从倒数第二个吧，不要从最后面吧。这个因为大家都知道啊，我有公布表单给你们看，是观众不知道而已。那个恭喜。获得4%，4%什么？投票率就是所有3600位的观众投票有4%投票的这一队，只对阿靖风破马尼，耶！哇哦，强4%哎，4%哎，赔率最高，赌这一队就对了。
中了就发财喽！黑马，黑马，是我就赌别队了。快买，快买黑马，黑马。老实说，你们有没有自己投给自己？没有。哇，异口同声哎！巧克力，你有没有投给自己？有，我相信我会赢。天哪，我忽然觉得好丢脸。不，等一下，不好意思，我也是投给自己。天哪，我忽然觉得都好丢脸。没有，我们是为了测试表单。对，那个，我也是为测试。6.9% 得票率6.9% 的黄队，天哪！他们上次超有冠军相的、欸，对啊，冠军都没有知道我们发生什么事情了、啊，我们太隐居了。没有，我们是默默做事。是因为那个地狱二人组太吸引目光了，所以对，那地狱二人组那真的是太夸张了，节目效果太强烈了，我们办不到。然后我们现在公布，就是已经是前三组了嘛，对不对？接下来是绿队巧克力啊，赔率还不错，我跟你讲，压我们就对了，我们一定可以拿冠军的。大概是位数，快，谁要去压巧克力啊？好，所以我们是位数五的蜀国，还有蜀国，对，你们就想像蜀那样，你们17.1%投票给你们，17.1%不错啦，不错啦，奇葩。接下来是复兴小白哈记的红队。29.4%，哇，29%，他们都说悟星小白这一队超强，毕竟他们第二届原本拿冠军，哎，上一次。哦，那个祈祷小白跟高票就是我们，谢谢。等一下，不好意思，要求验票，要求验票。42.5%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秋风，你是不是有灌票啊？对，秋风，你们的观众都喜欢把你先捧上天，之后再把你狠狠摔下来、啊。有3000多个人吗？有2000多个都是我的假账号啊。我觉得我们会这么多票，是因为同情票还蛮多的。各位，我们要想一下，秋风一开始被炸死，然后两个在地狱死掉。对不对？所以真的是像他讲的同情票，零作战，看癌道士的故事很惨。可是不一定啊，不一定，不是所有同情票都投给他们呢、欸。有一个不是投给小强那一组，然后说因为纸片可爱吗？这个我就看破了啦。应该没有，我相信观众都是相信你们的战斗能力，因为你们上次全部都是自然死亡，完全一点战斗能力的表现都没有。哎，巧克力，你错了，他们战斗能力很强，他们40几只猪人可以2只单挑、欸，哎，哇，懂啦，真的真的大概0.3秒、欸，哎，我们挑战极限还要跟你们说吗？对不对，纸片？不用讲太多，不用讲太多屁话啦。我真的觉得有人把那个什么林永宇那个打回去，然后还炸死叶宇，那一段蛮帅的。那段蛮帅。谢谢。因为我们两个正在扮家家酒，挑战极限呐！哇，是哈。来讲一句话，我们就开始喽。那我们这一组派阿谦好了，来叫嚣一下啊！叫嚣啊！我最不会叫嚣了，还是你来比较好。我们很和善，对，我们很和善啊。对啊，所以我们赢定了嘛。这种谦逊的人通常都会赢，对不对？哎，不错不错，这句不错，我喜欢。你们讲完了吗？自己讲再笑。好了吗？够了，跳过了，时间到了。这一组派一个代表来叫嚣一下。小强上，上次你都没怎么玩到。我正在猥亵马尼中。闭嘴，换人，别了，换人，下一个没有，太他们了，我在他们那一组的感言就是我正在猥亵嘛，你好，结束了，换下一个，我们要猥亵你们所有人，对，好来吧，你这么变态，好了，那个我们这次会跟那个。是已经用完了，对，你已经用完了，已经用完了吗？已经用完了吗？我们真没了，那紫队。紫队没有要讲话，是不是？那给风破，给风破啊！嫩，红队来一下，红队来一下。他这个叫嚣，你在骂别人还是骂自己都不知道哎、欸。换谁？红队啊，红队！派一个代表来。要换了，对，是黄队吗？对，黄队。那给祥林好了。啊，就大家加油吧，大家加油。我没有和平条约这种东西的，没有的。对。还是要来一个 Micro UHC 那个间接竞技生存模式即将开始了啊！红队换你们了，红队哦，啊，交给哈吉了。
对，哈基交给哈基打最多天啊。因为我觉得给小白比较好吧，什么请爱护小动物之类的，啊，交给小白了。没有看过两米两米高的小动物吧？天哪，看到我们就请爱护小动物。我突然不敢跑出去，有点害怕。是两米高的小动物哎，天哪！哇、wow ！你们真的在叫嚣吗？怎么好像在？哎、欸，拜托让我赢哦，让我赢！可爱动物，这太软弱，真的太软弱了。好了，我们各自带开了，各自带开了，各自带开。好，好好我来通话你们。我开，我开。嗯哼。来，找出上次礼拜二的群，直接拎就对了。我们的必胜群组，来吧。喂。喂喂喂！必胜群组来了，我觉得我们一定可以获胜的啊！加油，其实是没问题的、啊。我告诉你，上次我们太早跟那个太早跟阿金他们开战，我今天连材质包都换了、啊，才换战斗用的材质包啊！就这样，我这个准备非常的充足的。那，哎、欸，我还是继续打我的游击好不好？OK， 不过一开始还是一样啊，就是白天的，就是大家都是先那个啊，可是有机会我就会出去游击一下这样子。嗯，然后白天的时候注意一下，就是还是甘蔗跟牛皮跟鸡这些尽量能打到就打到。OK OK， 对，我们的战法非常的没问题了。我看我们运气会不会抽到，会不会那个打到那个骷髅弓箭手的怪物房？我是真的很希望可以拿到弓啊！上次没有弓，真的很可惜。哎、欸，对你有弓的话，你就无敌。我在外面看看会不会拿帮你打到弓。啊，有蜘蛛有线就可以做了、啊。反正我们第一个晚上下去之后，第二天、第三天的白天是可以上来去再去巡一下的。可以的，小强、啊，我们好久没有一队了，真的 OK 的，没问题的。超级明星要再度登场啊！没错。所以要先干掉秋风的叛徒，没错、啊。我觉得也不用先干掉他、啊，这个上天会惩罚他的，就会死掉了。上一次上天已经送一个炸弹送他了，我觉得让他被另外两个队友拖累会比较有趣一点。对，不需要解决他，他自己会灭亡。啊，嗯，其他人在等什么？要打一个 OK 之类的。没错，有人发现我的这个材质包。打开背包的时候会是透明的，哇！哎、欸，所以打开背包的时候，我也是毫无弱点啊。哎、欸，好酷哦！我也想要这个材质包。对，结束之后传给你，非常的厉害。对啊，你只把材质包那个背包那张图删掉，应该就可以了。哦，就整个变透明的。哦，可能是因为我是下载那种国外的 PK 地图。嗯，也可以哦，还有 PK 地图用的那种材质包，夸张啊！要开始了，开始了哦，准备 ，OK 的，哇 ，Go， 给我们一个好位置吧，冰晶在哪里？哦，哎哎哎，我差点摔下去，小心哦，小心哦，大家，旁边有鸡，旁边没有受伤也还好，小心哦，这边有洞哦，那是小枪，好，你们先打一下，我去制高点还是看一下附近，怕有人，哎、嗯，花木做白色木头不会有苹果哈、哦。也会有吧。我们附近就有那个边界啊，这么近。那我们要不要先移动啊？没关系，先打一打，准备好，然后50分以后再移动这样。对对对对对。Okay, okay. 然后附近有鸡，我们可以把鸡打一打。OK OK OK。鸡打一打。然后不管那个，为了要防人家游击，所以我们在挖洞的时候，还是要洞口堵跟泥土会比较安全一点点。嗯，上次我没有弄泥土，其实太大意了，太大意了。工作台好喽，在这边。好、哦，在哪里？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看到了。哇塞，我连工作台合成都是透明的。我看看哦。哎呦，白痴哦！我又把木头全部弄掉，弄去木棒。总之，先快点到那个。点，嗯，周围还有什么？哎、欸，马上挖到蛋，还有历史。那些旁边我们有很多鸡，我觉得就赶快杀一杀。鸡好。对，然后等一下我稍微去逛逛看有没有牛。哦、那有羽毛的话，甘蔗，我们就可以做个箭矢了。历史就也顺便挖好了。历史我正在挖，挖碎石这样。有，挖到一个碎石。看一下鸡在哪里啊？鸡。浪费时间哦！好，
做一个铲子好了。我看到地了。你们有死稿了吗？还没。还没有，我做三把给你们。哪里？这边。哦，边界在这里哦。跟谁一组？巧克力他们呢？哎，有兔子。万一那个我的石膏你就先拿着，我先去附近逛一下好了。好。兔子皮是要四个才可以做一个皮革，很像是哦。那个鬼鬼你在哪边？我先给你石膏一个。没关系，我先打一下动物，等一下去找你。好，对啊，反正。